喝了天天的吧，喝天天啥火啥光啥干啥。把一楼干着火了。还好那边属于低温，对，在挑要挑九倍。森哥，嗯，来这里看。嗯。我操！然后女的先来了，女的先出来了，女的先走。不管那烟。快跳下来，我靠，都看不到人了。哇，他们这起这个起这么多鬼，救人！我操，而且来救困难。哎，人在救吗？救啊！救困难。他们去直接摸错啊，就是我们推车好。之前我们就可能更清楚。他那个就是好像倒出倒过来三层了啊。已经不是后山了。哇，熬鹰的功夫啊，真的。上面还这么多人呢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它主要就是烧得很广啊，感觉范围很大。哇哇哇！真的是。啊，这个有没有爆炸的东西？还不快上去，快下来！救人了，现在好一点了。哦，他救人了，现在好一点了，那烟。大哥，你没往里面，你没看清楚，那个烟好恐怖，都黑了。蘑菇鱼，我杀他！肯定都是染很大了之后才爆的。因为我下去的时候，就是那里冒白烟，那里有冒了一点烟，跟这个后面冒了一点烟。对，那烟。后来我一上来，哦，那个顶上全部烟。哇操！现在恐怖啊！现在烟恐怖啊！我操！烟了一。不是。哦，现在。那男的怎么不走？这人满了，带两个人了呀。下面都燃起来了，那下面不是冲水那里吗？现在都燃起来了。